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，欢迎带来的游戏流程解说我的世界啊。我们现在玩的叫强者篇啊，好吧，咱们现在干嘛呢？要种这个东西啊，叫戈博啊，最重要是变成戈博定。这个戈博定呢分三种啊，戈博定、地狱戈博定，还有这个末影戈博定啊。末影戈博定我现在是没有，我们现在最高级的是这个地狱戈博定做的剑啊，攻击力19。抢夺什么乱七八糟啥都有啊，还挺好的。咱们现在主要是种它。我看一下我现在干嘛，我现在附魔一下东西吧。附魔一下这个钻石锄头啊。这样呗。OK。你怎么老搁这放东西啊，下来你干啥呀，这样呗。OK。刷点经验，然后呢咱们附魔一下这个啊，青金石有吧，青金石有。锄头我先给你，青金石给我点。锄头还有什么特殊的附魔吗？耐久，就耐久啊。我再附魔一个精确采集，精确采集这玩意儿也有效率啊，锄地要什么效率啊。再来我看看有还有什么奇葩的，还有个叫什么工匠之刃的，工匠之刃不是打架的吗？效率4，工匠之刃，行，好像也没啥了吧。再压看看啊，这样时运，他要时运干嘛呀。耐久这个有点瞎了是吧，这个可以啊，然后这个也可以，工匠之刃，精确采集有什么用啊，我去看看啊。精确采集我种的是奇怪的东西，我轻轻下去啊。 OK， 这样呗，这能有啥呀，精确采集多余吧。 OK， 我又东西拿不起来，哎呀这身上这破烂这多。 OK， 我看一下啊，咱们先把这破炭扔这儿吧，炭骨头。 OK， 然后这个给你，没什么用感觉是不是啊。哎呀我现在要是能自动种就好了，我这还得自己种，老麻烦了，这样呗。 OK， 下来下来。这个也需要啊，咱们现在不是这个要种那个红色的叫地狱戈博的吗，地狱戈博种子吗，然后那个地狱戈博定啊，那个金属啊必须得有那个什么，有这个蓝色的这个戈博定，然后才能混成一个红色的那个，他们不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它属于有点像升级是那么个意思啊。OK， 然后我身上呢有一个戒指，叫农民戒指，它可以催促我12格之内12×12，好像没那么多，反正我站在中间这儿，我就能催促它了，大概这个意思啊。应该有这个机器，不过好像是挺贵的，拿那个机器放在这上面的话，种上一会儿它自己就长了，大概这个意思吧。行行行。好吧，那咱先撤啊，然后这边红色的也得种，那这边再弄一个箱子吧。我看一下啊，我好几样东西都得弄。把地要是踩坏了，咱们还得放上锄头，我就是为什么附魔锄头就是为了这个啊。 OK， 然后青金石再给我点，我再附魔一下看看啊。青金石时运，我现在那什么不够了啊，经验值不够了，29级，刷吧，33。这个垃圾桶就是收垃圾，然后呢，他就给你那个经验值啊，大概这个意思吧。这样，然后锄头再来一下，不是，这个给你，效率4，时运2，这玩意儿要时运有什么用啊？没什么用吧。OK， 青金石还给你，我把这几个砸在一块儿啊。我看看啊，哪个是有用的呢，还有吗，没了是吧。这个精确采集效率5，
这个效率是锄地的意思吗？还是啥意思？这俩就废了啊，没啥用。效率是，把这两个送回去。耐久这个呢，啊，把他们合一下也行。把他们合一下，啊，用两个呗，是不是？一个是精确采集的，一个不是啊。然后这个，哦，这下边还有一个，其实够了啊。OK。大概这个意思吧，就地踩坏了，我就可以抠起来，除一下，就这意思。OK，可以啊。好，那咱们现在干嘛呢？我还得做什么好多什么发射器什么东西啊 ？OK， 我看看啊，我再弄个箱子吧。箱子没有吗？这东西怎么老瞎撇？你真闹腾。箱子，这个呢，种这个蓝色，放这个蓝色的种子啊。OK。有一点费劲，我总觉得这样呗，这摆设有点不得劲儿啊。然后这个蓝色的都给你。哎，等会儿啊，我看这个蓝色的咱们能不能做东西。金属锭，来这个吧。我看看啊，戈博球它可以做吗？球种子是可以做球的吗？没了是吧？哦，这个种子本身就值钱呢，我以为种子不值钱呢。你都给我吧，我看看啊。哎呀，我弄错了，这个得到那哪儿去啊？到这儿去。哦，你看，果然是这样。OK 啊，我当破烂，我都一直扔着来的。有用的这个是。什么意思呢？种子可以变成戈博球，戈博球能变成戈博团，戈博团加上钻石、黄金还有那个铁锭，它就可以做成这个了，戈博锭。听明白啥意思吗？哦，那我就全做成球，再做这个。行，那这个可就多了啊，数量，那可老多了，我去，这边存了老多了，那咱们全给合上吧。过来，来吧，来吧。你下来下来，这边箱子就没啥用了啊。OK， 那还有存的机会了吗？几乎是没有了。这样呗，你看做的好多。哦，我说的嘛，他这个模组怎么整的这么不合理呢？把这填上，没用了这儿啊。这样呗，这边还有红色的呢。啊，不是，也是蓝色的，行，蓝色的也行。这样合成台里边是不好使的啊，必须得在那边啊。哦，那这回就方便了，这样呗。我看看啊，还得做这个团儿，然后是球，然后是团儿，是吧？哎呀，这个折腾人劲儿的，慢慢来吧啊。工匠之刃是啥属性？我也不知道，小伙伴，他武器里边也有。然后工具里边也有，具体干嘛的不知道。工匠之刃，我以为是打架的呢。哎呦我的妈！我那边还得弄点细雪，我得做那个助人塔，助人塔还没整完呢。我现在把这一点先忙完啊。OK， 这样呗。然后呢，咱们抠点钻石，抠点钻石，咱们再做那个锭啊。那个地狱戈博锭必须得用那个什么，用那个。用那个戈博锭，就是蓝色的，蓝色的是它的那个材料，这个红色的，然后做这个红色的，看到没？做这个，再做这个，你看这不就四个了吗？我看看啊，哎呀，我这家这乱呢，我看看这里边是啥也没有了，啥也没有了，那咱们这边呢也啥也没有，这存不住了呢，是吧？那咱们搁这收吧。哦，轻轻点啊，小伙伴们，用锄头收那个地能多给点吗？还是咋的？还是一样的？精确采集放这，我来这个，我上那边收去啊。得需要那个种子，种子呢说白了得留点啊。这跟手，我自己空手收不一样吗？我看它什么属性，工匠之刃。工匠之刃到底是干啥的？好了吗？没捡起来咋的？
我看看啊，他还得弄一个那个什么呀，他还得弄个工作台呀，要不我这个合成有点麻烦。哎呦，我去的，这费劲，我还是空手吧啊。这样呗，他能先做成这个，再做成这个。OK， 可以，继续吧。哎呦，我的妈，我这下去没事啊，我老怕把那个地踩坏了。哎呀，这种植是真麻烦呐。我把种子全用了是不是啊？这个是胳膊团儿，胳膊团儿才能做这个地狱胳膊定。啊，这边也没了，我是不是用太多了？OK， 咱们得备用点，这边好像挺多啊，这边还挺多，不至于没有了是吧 ？OK， 行，拿下来。那就是咱们还是得啊，右边咱们得种这个地狱胳膊种子，然后这边得种那个胳膊种子。哎，我非得给踩坏了。哎呀，没地方，种吧。你看这种植多麻烦，火焰装了个模组啊，叫什么高级农业呀？不知道那个他那个机器能不能帮我种哎？其实这么手种也行啊，没了啊。OK， 慢慢来吧。他这个农场设计的也有问题，我感觉。什么问题呢？不好种，大面积种，可是谁又会大面积种呢？是不是？站在这儿吧，站在这儿，他有催熟，我估计也就9×9，他自己说是12×12啊，我估计就9×9，我站在这个中间这个位置是正好，是吧？什么玩意儿你会啊？我看一下啊。种地要累死我，我装了一个那个什么，装了个拖拉机，你要能研究明白你就用拖拉机种地吧。好了吗？插那个边上了，好了，可以了。哎呦我的妈，这种地是真麻烦。不是，他这么好的工具里边竟然没有那个什么啊，竟然没有那个叫什么来的，竟然没有那个一键种植的啊，太傻了。这么多神器没有，它只有一键收，它没有一键种。哎，种子够不 ？OK， 拖拉机之前不是装过吗？咱不就为了这个吗？咱们先弄的吗？你研究不明白，那你研究，你非得说我研究不明白，那你研究。OK， 我看看啊，把这个都送回去。这样啊，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呢？我看看啊，这些完事儿了，收，种也麻烦，收也麻烦。要不我不进，不进去还吹不了。你这咋弄啊？只能这样了。哎呦我的个天！